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我要解决我最重要的事情。哎，对，你就说我这都不要讲，你就说我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我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哎，对，这个时刻，我看到一个花脸，一个花脸，那个花脸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唱京剧的人的一个花脸，他把自己的。一个脸盖住了啊，那个脸盖住的背后，啊，不是这样说笑，一个女的啊，相当于你的脸上盖了个花脸，啊，盖了个花脸，然后呢，这个女人呢，盖了个花脸呢，经常从你丈夫的背后蒙她眼睛，哎，蒙她眼睛，那个女的呢，我说戴了花脸那个应该是称为鬼啊，阴间的，是阴间的。他那个长相呢，现在的长相呢，就是，不像那个唱京剧的人那个脸，那脸谱直接画在脸上的，他呢有点像那个一把扇子啊，就是在脸的前面就，盖了一个扇子啊，就相当于那个一个脸谱是住在外面的，不是贴在脸上的啊，彩色的，彩色的一个脸谱。脸谱呢就是一个鬼啊，这说穿了就是一个鬼啊，不是人间的啊，是个鬼。鬼呢，经常把你的丈夫的眼睛盖住了。盖住眼睛以后，就是说现在你丈夫的那个判断能力很差，判断能力啊，对外的，就是经常被人家那个糊弄了，被人家小的一点点事情，你一眼就看穿那个这个是人家骗他的，他不知道，因为眼睛被蒙住了嘛。他眼睛蒙住了啊。然后呢是。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年呢，就是自从这个阴间的那个花脸呢，我们就称它为花脸啊，花脸实际上是个鬼啊，就是一个鬼。自从那个花脸，一个彩色的脸，这个脸谱要比这个大一点，就是盖在他那个人自己脸外面啊，就是这个鬼走路的时候总是脸上有个花脸啊，但是他没有面对着你丈夫，而是背对，你丈夫背对着这个人，那个人就是手伸过去把你眼睛。把你丈夫那个脸蒙住了，所以呢，你丈夫同人家交往的时候，或者是说谈事情的时候，经常被人家骗，因为他没有正常的那个眼睛就被挡住了，看不见了呢。哎，看不见了啊，看不见了。但是呢，你丈夫呢，就是后来醒过来被人家骗的时候呢，暴跳如雷啊，暴跳如雷啊，真暴跳如雷啊，这个暴跳如雷还不是冲着你的。基本上是冲着自己啊，被人家骗了。他觉得这种人家说那个小儿科智商很低的那个来骗术都把他骗的话，他觉得自己面子上都说不过去。我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被人家骗，按照正常的智商的话，绝对不会被人家骗的了。但一旦反应过来，是个反应过来被人家骗的时候，他那个恼羞成怒，你知道不？有点。所以他经常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发脾气还不是冲着你啊，不是冲着你，是冲着他自己。基本上，当然你看到是冲着你了，实际上他冲着自己，冲着他自己的时候，那个自责心非常非常强。他觉得按照我自己的智商，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我自己的阅历，绝对不会被人家骗的。我怎么被人家骗的呢？那么我们这么一看呢，我首先知道了啊，我们基本上知道是怎么被人家骗的，是那个。一个女鬼把她眼睛给蒙了啊，那个女鬼呢也奇怪，看上去呢那个，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那个，看到的那个人，我找一个扇子啊，我这边有个扇子，好像就抓一个扇子在面前，对对啊，对，就是有个扇子啊，就相当于那个女鬼就这样的，就把自己的。脸挡住了，前面就是一个花，我们看过去就个花脸嘛，他在背后啊，因为那个挡住了，挡住了以后呢，你说看上去像恶狠狠的那种那个，恶狠狠的那个眼睛里流血啊，住着鬼脸的，那不一样，看上去呢，也不是那种很恐惧的那种女鬼啊，也不是很恐惧的，但是呢，这个脸要比这个大啊，要比这个大。就是说像大了一圈的那个脸，一人，他就是时不时的把你丈夫两个眼睛蒙住了啊，时不时把你丈夫两个眼睛蒙住了，而且基本上，
而且，梦他的时候，梦的时机都是你丈夫要下一个什么决定，下一个大的决定，就是不是在那个没事干的时候，是在有事干的时候被梦掉的。没事干的时候，闲着的时候他不梦他。偏偏要在自己下决定动脑筋，要看清真相的时候，就梦他了啊。我前面我一直没看清那个人的心理，这个时候在这个就刚才几秒钟之前我就看到他心理了。那个女的很悲伤，很悲伤啊，好像讨债的啊，讨债的，是来讨债的，讨债的啊。她好像全身心全部在你丈夫身上了啊，全身心都在你丈夫身上了啊。她是目不斜视啊。目不斜视啊，但是呢，他出场的时候总是带一个花脸啊，带一个花脸，带一个花脸，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相当于你看到这个人了，他没看到你啊，你丈夫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你就对着那个人说一句话啊，大嫂，我看到你了。你说大嫂，我看到你了，啪嚓一下下到那个大花脸就直接掉地上了啊、一个大花脸呐、就盖着脸的那个，大花脸就啪直接掉那个地上了啊，掉地上以后，他吃了一大惊呐、吃了一大惊以后，然后那个眼睛斜过来看你一眼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哭了啊，就开始大哭了啊。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现在场景就切换了，切换了一个场景以后，现在的场景就不太好。我看到一个脚啊，左脚穿着一个小鞋，右脚穿着个大鞋，那个左脚是细的，右脚是粗的啊。我也不知道你家里，因为我看到一个，脚一个粗一个细嘛，一个脚一个大嘛。左脚小，右脚大，我也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什么的那个腿有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就看到这个特殊的一个影像会不会落到你家里人身上啊？我就不知道，反正那个左脚细，左脚小，左腿细，穿的是小鞋子，那个右腿是穿的那个大鞋子啊。慢慢看到了啊，慢慢看到了，看到一个人呐、在那个有那个滩涂的湖边上啊，我还看到一个木船，好像一个人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啊，那个右脚陷到泥里了啊，右脚陷到泥里了，陷到泥里以后相当于这个左脚在岸上，左脚在岸上，右脚踩到淤泥里面了啊！一个人就相当于卡在里面了啊！也就是右脚我说的那个腿粗的那个，是进水了，进水了发胖了啊！这个，进水了发胖了，右脚在岸上被太阳晒了一个晒干了啊！晒干了就应该是这个人的丈夫啊，是那个泥鬼的丈夫。曾经到湖边上去的时候，在湖边上的时候不小心右脚踩到淤泥里边以后，左脚在岸上，右脚在水下，相当于啊，一个脚在岸上，一个在水下，然后啊，就最后就卡在里面就去世了啊。他爷爷以前腿不好啊，你丈夫腿不好是吧？啊，爷爷啊！爷爷他爷爷腿不好，但是他爷爷后来是出去打他走路走不了，被别人抬到船上去，出海去打鱼，船翻了就走了。啊，爷爷。哎，对啊，我对啊，那我现在看啊，就是我看到了船，那个一个坡度的啊，这个坡度不像一个河，就像海比较像，因为那个坡度很平坦嘛，如果河的话。河流的话就比较陡啊，就比较陡啊，然后呢，
那个人卡在那边的时候呢，应该是你丈夫家里一个什么人呢、啊、他这个人卡在这边吗？远处有个人在这里的啊，一个远处有个大活人在这里的，在这里的。但是这个人呢，这个是你丈夫家的啊，这个啊，就是我现在不在进去的，我姨相当于啊，我现在这边啊，就相当于在那个现在我在这里的话，那个船在岸边上啊，船和人相当在这里啊，我就场景一下子，现在这个人刚才我卡在这里啊，那么远处有个人呢，就是你丈夫家的人，你丈夫家的人在那边呢，他就没想到这个人发生了危险，他没意识到这个人发生了危险了。没发生的危险呢，就是说没去救他，那没去救他呢，这个人出了危险了啊。假如说那个时候愿意救下去的话，不至于出这个问题啊。但关键问题呢是他是没看到，你知道吧，就是你丈夫家的前辈啊没看到，但是那个女的呢就认为，因为你距离最近嘛，这个最近的范围之内没有其他人，只有你丈夫家的前辈在那边，那么那个女的就是认为你们是瞎了眼睛了啊，你们是瞎了眼睛了，本来也没关系的啊，因为有人命出了人命以后嘛，他就迁怒了啊，迁怒了以后认为你瞎了眼睛了，你们家瞎了眼睛了，他认为是故意没看到，难怪一上来我说能蒙他眼睛吧，蒙他眼睛嘛，所以说他就是一直在应接，就像脑袋里不想你瞎了眼睛了，你们瞎了眼睛了，瞎了眼睛了，你这么大一个事故在前面，就是人一个幼教现在一年底了啊，你这么大一件事情你们都没看到啊，这么大一件事情都没有看到我，你们就瞎了眼睛了。说瞎眼睛的时候呢，心里就想着是骂人，是他认为是故意没救的啊，嘴巴里骂瞎了眼睛，实际上他脑袋里认为呢是故意没有救。但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你丈夫家的前辈啊，因为那个地方又不是陌生的地方，是经常去的地方，就没想到这里发生危险，所以没想到出了这个危险以后呢，所以呢他就没去救啊，所以是问题出在这里面啊，是问题出在这里面，他没去救啊，因为没想到这里发生了危险了啊，那问题就在这里。那么现在就相当于这个那个人的那个淹死，这类似就淹死了了，就卡在里面以后在海边就淹死了了啊，但是起因不是淹死，而是个现在阴影里边，后来就死了啊。死了以后呢，现在这个女的，戴着大花脸，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就相当于也是邻居嘛，类似啊。相当于邻居来讨债的时候，也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是邻居，有点不好意思，又不是拿了刀亲自来杀人的，又不是说那个你丈夫家的前辈拿了一把刀亲自把这个人杀掉的。所以呢他讨这个债呢有点莫名其妙的讨债啊，所以呢莫名其妙的讨债，来讨债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带了个大花脸，就不要让人家看到他是谁啊，然后呢为了告诉你们瞎了眼了啊，你们瞎了眼了，他就那个就是从背后就搂过来蒙你丈夫的眼睛了，一蒙这个眼睛吧，反正你就是你丈夫就是说眼睛被蒙住了以后，就是相当于智商很低的了，相当于我说那个不是真正的智商低，就是判断事情的时候就瞎了眼的，就相当于眼睛看不见的那个，经常被人家蒙啊，你说经常被人家蒙了以后，或者你一眼就看到的被人家骗了，他不认为被人家骗了，他如果认为确实被别人骗了，对，确实被人家骗了，但是他不认为人家骗了，因为他眼睛没看到嘛，你是看到了，确实被人家骗，哎，对呀、啊，他知道被别人骗是后来的事情了。我刚才前面不是告诉你吗？暴跳如雷啊！他觉得我这件事情按照我自己的正常智商的话，不至于被人家骗。但是我确实是被人家骗了啊！被人家骗了以后，他是恼火的很呢。所以说你看到他对着你发火，实际上那真正来说还不是对着你发火，对着自己在发火，懊恼。明白了，你看见的好像是对着你发火的，他实际上是心里烦呢，懊恼，就是我把连起来看的话，就是他的眼睛被蒙住了，被人家蒙他的人
就是那个女的的丈夫，现在那个印尼里了啊，又去现在印尼里了。所以你刚才说了你说的是你公公，你丈夫的爸爸是吧？出问题的。你说说这个爷爷。爷爷。那么他的爷爷的话就是，你丈夫的爸爸的爸爸了。你详细讲讲他的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去出海打鱼，就是知道在哪里有鱼能打到，然后他们邻居有的就是几次没有鱼打到，他就把他抬到渔船上去，说带他出去找那个鱼能打到，然后那次出去之后船就翻了没有回来，一集都没回来一个呢那你现在描述的正常通道，我说一上来我说一个船在水边上，我说那个铺度很大的，这个就铺度很大，看起来就像海滩，因为那个河滩是河边是直接就直的嘛，很直的嘛，这个斜的就海滩样的嘛。然后那个人的那个脚线到硬硬的拔不出来了啊，就主腿在水以不在水里，在水以上，右腿在水以下。所以呢，我就看到了，主脚是一个穿了一个小鞋就晒干了啊。右脚呢泡在水里边就发胖了就是进了水里以后嘛，然后就看到那个女的来讨债是这样问题搞清楚了。那因为我们临拍的时候呢，不是同他讲事实，不是同他讲道理我们要做的事情满足他的愿望，他认为你家的前辈是见死不救，那你就只能认输说见死不救你不能同他辩我没这个，又是他这样的话就不会走，他就不会离开。不是，帆船是被那个外人报复了帆船。现在我们说要救的不是说救你那个公公，而是救这个人，现在印尼里的那个人，救他，救了把他救起来。临牌我们临牌先要处理不是你公公的事，是处理这个人，把他救起来以后呢，那个女的就不纠缠你丈夫了，不会来蒙你眼睛了，明白这个道理吧？因为我先告诉你了以后，然后我再叫你。叫你向他认错的时候就说我们确实见死不救是他错了，实际上不是，没看到我临牌的时候确实看得清楚，他没想，没办法上面去想，即使看到也没办法上面危险上去想那么我们我们先看，你先不管你看了下去一个再说，都已实际上也出来了呀，他就是他那个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他总在怀疑嘛，怀疑你们，你看到了这里危险，但你没来救。对，是我刚才讲了嘛，实际说实在话，他们没看到，没想到，因为经常去的地方是一个熟悉的地方嘛。你说在熟悉的地方才发生这个事情，谁会往上面去想嘛？如果知道有个危险的地方的话，那一看说危险的话，那你家那个丈夫的前辈肯定马上过来救援了嘛。他发生了问题，一个就根本就没想到他发生了危险，就没往上面去想。然后就卡在里面就死了，卡在里面死了，没办法上面想。所以呢，现在那个讨债的那个女的呢，就怀疑心很大。她的疑心现在在哪里呢？就是怀疑你们见死不救，所以对疑心在这里面对，现在呢，我们要让那个女鬼不要盯着你家但呢，你不能说。我确实没看到，你说这个确实没看到，他没有用的。你只能过后呢，我教你做的时候，只能你跟着我的说就是只能说确实见死不救是错了只能这样。因为我以前我跟别人临牌早期的时候，通常讲道理他是不走的，你通常讲道理不走的，你只要非要满足他的想法然后你再向他认错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接到刚才的话上面。你说大嫂我看到你了，大嫂，我看到你了一说以后他吓得那个吓了一跳因为他原来前阵子的来讨债，也就是这个你好几代以前的事情了，一路讨债过来现在讨到你丈夫这边了，一路讨债回来讨到你丈夫这里了因为大家都没看到他嘛，所以说突然你说大嫂我看到你，他吓一跳他也希望被人家看到你一说以后他那个面具掉下来了，大花脸就掉下来了大花脸
你对他说，我知道你，你是来向我丈夫讨债的。我知道你，你是来向我丈夫讨债的。哎，对，哎，对，哎，哇，一说这句话呢，哇，他就大哭，就哭了啊，他就哭了啊，一说来讨债的，你说，当年我丈夫的前辈没把你的丈夫救起来，是他们家的错。哎，你说这句话以后，他半后退了很远了，一下子退了很远，就相当于到这个道歉以后，他一下子退了很远。现在就是说，现在他的手一退远以后，现在他的手你怎么也够不到你丈夫了啊？哎，实际上刚才你就光说了这么一句话，至少半后退了，退了十步啊，至少退了十步，一、二、三，至少有3到4米。人家现在的距离你够不到你丈夫了啊，你手伸过去够不到他的眼睛了啊，你继续说刚才那句话啊，你说我丈夫的前辈，哎，丈夫的前辈没有把你丈夫救起来是他们的错，哎，对，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又退了好几步啊，那你就说这句话就行了，说这句话就行了，你继续说。哎，对，他就说了以后又退了，又退了啊！啊，继续说。当年我丈夫的前辈没有把你的丈夫叫起来，是他们的错。啊，哎，然后他就走了啊，背对着你们了啊，就走开了啊，他就来讨债的啊。你现在认错一个，认为呢没救起来是你家那个前辈啊，就是你丈夫家前辈的错一个，得到这个认错以后他就离开了啊。离开了，现在他再也不蒙你那个丈夫的眼睛了啊！我瞎问一句啊，我瞎问一句，你那个你丈夫的眼睛的视力怎么样？他总因为蒙着他嘛。哎呀，他这几年就是一直说从那个加拿大之后，就一直说眼睛变得很模糊，有时候经常说他我跟你说，他经常老说自己眼睛很模糊，像什么一层亮看不见。啊。那个女的，那个女鬼啊，两个眼睛啊，两个手，就这样摸在她眼睛上呀，挡在眼睛上呀。她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你们瞎了眼了啊！明明一个人，你们瞎了眼了，明明一个人发生了危险，你们也没去救他啊，就是。所以你丈夫说眼睛不好啊，你眼睛不好是被他蒙了，两个手蒙在那边，眼睛不好。你说那是这么远都看得见，因为那个。那个时候女鬼没蒙他眼睛，没蒙他眼睛就看得清楚，蒙的时候就看不清楚。没错。啊。他老说自己是这样这样什么什么，老说自己是你这样，但是那天我去的时候，我眼睛很好，视力很好。啊。我不看不见，他又能看得见，我就很奇怪。啊，对啊，他说那个时候那个女鬼没跟着他，或者他走得快的时候女鬼，因为我看到那个女鬼，基本上静态的在蒙他。就是你丈夫运动的快跑得快的时候他就不追。啊，所以我说。所以那天我们碰车，他就对坐动车走得很快，没错。哎，对，他就没追。你知道为什么他没追吧？因为那个他拿了一个带了一个花脸呐。带了一个花脸，他自己也看不见路了。因为那个他不是像那个京剧的是画在脸上的啊。他是相当于一个食物挡在前面的，挡在前面的，他自己也看不见。所以呢，他来那个堵你丈夫的眼睛，抱你丈夫眼睛的时候呢，他是静态的。所以你丈夫跑的时候呢，他不追，因为他自己眼睛挡了个花脸以后，自己眼睛看不见了，他会摔跤嘛。所以呢，你说在乘动车的时候，一边在走一边看动车，看得很清楚。你看全对上了。没错。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他
别人骗了。啊。知道吗？啊。我就是说，他这个人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别人骗忽悠了？啊。别人骗了两个人骗了，知道吗？啊啊。损失了很多。啊。哎，这我刚才讲了，被骗的时候眼睛被挡了，所以他这个发脾气的时候是懊恼，他觉得这个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他自己都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想我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阅历，根据我的财力的话，不至于被人家骗，但确实被人家骗了。哎，因为那个被骗的眼睛被蒙住了，被骗了。被骗的能不能拿回来？啊，那个不在这里边，今天。我拿到的当然不涉及到拿回来能不能拿回来，这个因为主题是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主题你现在的主题是另外一个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今天能做的就像电影已经定好了，你拿过来的胶片，拿过来的那个当然就是让那个女的离开，哎，那么这个从你们那个家族里边解决那个大问题，因为那个应该这个事情在爷爷还以上的事情，至少在爷爷还以上的事情，那说爷爷被人家抬出去嘛，也就是说更早的事情了，啊，更早的事情，然后就是被抬出去以后也就被爆破了一个，就船也翻掉了，就实际上就这个嘛，所以我第一眼就看到一个船在边上嘛，所以他一代的讨债讨过来，现在讨到你丈夫这边啊，爷爷腿也不好啊，对啊，爷爷两只腿也不能走路啊，对啊，这个问题在你爷爷还在他爷爷还前面的事啊，然后他爷爷也是被报复了，明白吧？哦。爷爷，然后爷爷那边讨债以后讨，然后没了结呢，讨到爸爸，爸爸以后呢，就讨到那个现在的爸爸，就是我说的爸爸是那个丈夫的爸爸啊，然后呢，现在讨到他丈夫了啊。那么现在今天这个事情了了啊，了了就没事了。如果没了呢，他会还把下一代去讨，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啊。哎，现在就把今天把这个事情掉了啊。他这个这样子聊了一下，他那个脾气会不会好？哎，脾气会好，这件事情上脾气会好。也就是说，这个脾气呢，还一方面来自于那个讨债的女的，她不是说人，她心里一直在骂啊，瞎了眼了啊。更重要的一个。是你丈夫继发性的，他自己发现自己被骗了一个恼羞成怒啊，就是恼羞成怒的发脾气啊。他认为按照他的能力、阅历、智商的话，不至于被人家骗。现在他发现被人家骗了以后，他觉得不甘心呐、啊，按照自己智商、自己能力，不至于被这样被人家骗了、啊。所以他那个发脾气的这个，你看吧，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可能冲着你，实际上更多的冲着自己，觉得我怎么智商这么低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实际上那也没办法。我感觉他有时候感觉到他好像对我不单单发脾气，好像就是心里很讨厌那种。是，对，这个讨厌在哪里？实际上很多的讨厌他自己，你知道吧？怎么出了这个那个差错呢？就像我。我有这个也发生这个事啊，但我现在慢慢知道了，我雄心勃勃的干一件事情，干得非常好的时候，外星人把我一拉，就让我就倒台掉了。前面自己干的事情，外星人要拉我帮他做事情，你知道吧？我自己做事情做得再好的，他们都不满意，就把这个事情我也不甘心了。后来这个五年一直帮外星人做事情的时候，好像那步步为营的，这虽然没干成什么其他事情，但是我们做事。现在是步步为营，一步步把那个事情了结，一步步把外星人做的事情了结，就相当于我做其他事情，他把我就搞砸掉了，就是搞砸掉了，又不让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嘛，相当于帮人家去被外星人去做事情，有点像这样。所以呢，有的人看起来还很讨厌他们之类的，实际上是自己搞砸掉了以后难受啊，你知道这种难受啊，那你从谁去说嘛？你同你读书也没有用，是他自己被骗了啊。但心理上来说是受不了，我这按照正常情况下不会被人家骗得这么惨的。他那个多疑那个能不能放下？这个刚才那个人？因为现在走了呀，这他一走这个事情，多疑之类的都跟着走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事情，除非还有其他事，今天这个事情是了得清清楚楚。然后这个腿的问题后你们。由这个人引出来的那个事情呢、啊，以后
家里也不会再有这样的腿出问题，戒指出了问题也会好起来。哎，是这个事件引起的嘛？所以呢，我就讲了嘛，那个事情是那个，我刚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一开始我说一个泥鬼的时候，我说，就叫花脸，不叫泥鬼。我为什么叫花脸呢？因为那个看上去不像一个鬼的样子，就叫花脸，但就是一个鬼。但是呢，后来说到这个，我说一个穿了一个，穿的左边穿了个小鞋，右边穿了个大鞋，左腿细，右腿粗啊，那个看上去就是一个鬼。那个花脸那个也是一个鬼，但相对来说呢比较温和一点，就是那个场景不是那么惨，这个是自己能控制的，相当于那个泥鬼那个花脸自己能控制的，但是呢，这个脚陷到泥里边一个发胖，那个人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的是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鬼了，然后那个花脸呢有点相当于虽然是个鬼，有点介于人与鬼之间，他有正常的思路，有正常的思维，他能进能退，但是呢，这个陷到泥里的那个人呢，就没办法能进能退了，因为陷在里面动弹不得了嘛。如果当时有人来救他，他就把他能拉起来，没人救他就死翘翘，就真的死就死了，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那个杜姨来自于那个女的啊，那个花脸那个女鬼，来自于他。她一直在怀疑是你丈夫家的前辈没有救，故意没有救，是那个杜姨是在这里边。那个发脾气呢，主要是你丈夫意识到被骗以后的发脾气。你丈夫被骗的原因呢，是被那个女的就把眼睛给蒙住了。这个就兜了一大圈以后，这个就场景就看得一清二楚，就这样来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对，现在呢，这个女鬼就是一直那个捂着你丈夫眼睛的那不捂了啊，不捂了呢，你丈夫视力会好起来，眼睛也会清晰，后面呢办事情也会牢靠，不会无缘无故被人家蒙了啊，相当于没有挡他眼睛了嘛，挡了眼睛以后就是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就被人家蒙了嘛。我以前临拍过一个人呐、纽约的一个人呢，那个女人呢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她的丈夫呢也是房地产经纪人，就是介绍人家买房子，然后有20%多的佣金的，是这样的呢。她说了一句话，她基本上介绍人家介绍一单成一单，介绍一单成一单。她丈夫呢也是房地产经纪人，但是呢，如果那个女的不出场的话，那个男的呢基本上没有成功的，一单都成功不了。总是出大错，最后呢，那个基本上那个女的盯着点，她才能让她丈夫做的业务能做起来，不然的话成功不了。她觉得奇怪了，她说我丈夫那个事业就是不好。后来临牌的时候才知道，她丈夫的前世啊，她丈夫的前世5岁的时候，爬到人家的窗台上偷看女人洗澡，隔着窗户偷看女人洗澡的是那个里边一个女的，就是那个主人呐、爸伸出一个手来。挡他眼睛嘛，挡他眼睛了以后，然后他从那手缝里面看东西的时候，数数的是1、2、3、5、6、7、9、10就十以内数字都会数出啊，因为挡掉了嘛，只现在读数字的时候会读漏掉错了啊。然后呢，我说你丈夫那个眼睛看不准了，因为有个东西像当一个手一直挡着眼睛嘛。他从那个人家的手指缝里边能看到一些东西吗？我说到这里，那哈哈大笑。他说我前两天我看到我丈夫从门里出去，自己家的房子里面出去，葬在门框上。他说自己家的房子怎么可能葬在自己葬在门框上，而且葬伤了，当时葬得很重啊，就相当于半个人葬在框子上。他说这种事情还发生了，我当然我明白了一个，他恍然大悟怎么一回事嘛？他不是先告诉我的，我出现了这个场景，他一回想不定上，他说我还看到我丈夫那个。早年不是有，现在不用热水瓶了。早年不是用热水瓶嘛？热水瓶的时候，热水瓶放在玻璃茶几上面一个杯子。他说丈夫对着那个拿了一个热水瓶对着杯子倒水的时候，居然倒在外面，倒在外面就把玻璃爆掉了，就是那个平板玻璃啊，茶几爆掉了。
他说我就想不明白，他说就倒个水还倒成这个样子啊。后来明白了，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手挡了一个眼睛前面挡了一个手吧。哎，这个呢不一样。后来呢，后来呢向那个女的认错啊，就是偷看人家洗澡。偷看洗澡呢，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原来那个小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说东西看着眼睛拔不出来嘛。看到眼睛看进去了就拔不出来嘛，哎，那是临牌的事，这是好玩。那个，像那女的认出一个，那个女的这个手啊，把你拔出来的这个，就把她丈夫眼睛里面看的东西拔出去了，就是相当于原来偷看她洗澡的场景被那个女的就拔出去以后，相当于那个脑袋里边空白以后，那个场景就没了，就相当于没看到。那没看到就了了这件事，了了这件事情一个。也就是说以后啊，这个他手眼睛前面没有这个手了，没有这个手的时候，那做事情的时候就靠谱了。原来他说一直说他丈夫不靠谱，你那个人呢是手缝里面看，一个手伸出来，你丈夫现在是两个手就是直着眼睛的，是这样子发的，所以看得更不清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今天现在掉了，掉了你，啊。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就好了啊。今天就是，就这个大事啊，了结了这个大事啊。而不是一件两件三件小事。我因为我们瞎猜嘛，我就说不定跟你找到一件两件三件事的啊。原来这个就是个大事情，好几倍了，从他爷爷辈以上的事情，他的爷爷辈之上的事情，他爷爷也被爆破了，他爸爸也被爆破了，具体什么？反正你一了解就知道他出了门。现在你丈夫这个眼睛被堵了啊，遮了一个啊，那个尼姑就是还带了一个花脸，就是不让来讨债，但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你丈夫家杀他的丈夫，如果杀人的话，他就可能来讨债的时候不会带一个花脸了。现在觉得这样来报复，他又不是亲自来杀的，只是一个见死不救，但是他又不甘心。所以呢，他挡了一个花脸挡在脸前面，就不要让人家看到这他是谁，啊！但今天那个灵台就这来龙去脉搞明白以后嘛，哎，他就走了啊。是的，是的。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是的。啊。我老公确实是，我在心里面有时候生气了也是这样子想，我说真的是这么聪明的人，眼睛被鬼淹了，我说这怎么变成这样子的？我自己有时候心也是这样子想的嘛。啊，对啊，对啊。现在有点，我就感觉他有点好人坏人分不清的那种感觉，就这几年，知道吧？啊，对啊，就眼睛被蒙住了嘛，哈。啊。看不清楚了，好人坏人了，这样子。啊，对啊，对啊，就这样。所以我以前碰到过的，我说那房地产经纪人一个手，他的眼睛前被人家挡了一个手嘛，手指伸着，他从手指缝里看东西啊，所以数数的是个，他就是说了一句话，他说丈夫数数啊，从一数到十都数错的。原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一数到十基本上都一数到十都掉了两个数字啊，然后说的没错，有可能是他爷爷以上几辈的人的那个，因为他们是在岛上面，还住在海边啊，都是打鱼靠打鱼啊，所以我说一上来就看到一个船嘛，然后我说那个滩涂很斜的嘛，很斜的，我一看就是这个。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这样。而且他们那边还不是很滩沙滩哦，这是土哦。沙滩的一点点，下面都是土。对对对，我说的那个，对，我说的沙滩的意思就是那个斜坡的意思啊。我不是做了动作，我说很斜的那个，然后一个船在这里。这里有滩涂，有淤泥，没错。对，那个人死。对，那个人死就死在那个右腿踩到淤泥里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一个那个，这个的结果就是左腿在岸上面，右腿在水下，所以左腿呢一直被太阳晒，晒的越晒水分没了嘛，就细了嘛，晒那个脚变细了嘛，腿变细了嘛，鞋子也变小了嘛，所以穿了一个，我说左边穿了一个小鞋嘛，右边呢是现在淤泥有水的嘛，那么它泡在水里，这腿就发胖了嘛，所以说我说左边细，右边粗，然后鞋子也大，所以一个是小脚。小鞋，另外一个大脚大鞋，这个就是鬼了，这个就淹死的了，淹死的人，
那当然远处是你家，丈夫家的钱币在那边嘛。你说一般来说，在这个熟悉的地方，谁会想到，这腿被卡在印尼里了嘛？总有没去救嘛。那么，那个女的就是觉得你们没去救，她有点迁怒了啊，是你们不救，没有救她才发生了事情。但是她也，她为什么带着那个脸谱呢？因为又不是亲自杀人的话，那明白的是主动的攻击。那个没救的话呢，没法说呀。但她心里不甘心呐、啊，是这样引出来的。哎，重心点。怀疑你不去救她。哎，对，她怀疑，疑心在这里，她都是怀疑。而且在背后的某眼睛，也就是说这里面就两个，一个是认识的这个人，另外一个是他老婆出来讨债，就是两件事。然后那个认识的验的那个腿验一厘米的那个症状呢也会过来，那个老婆的想法他的症状也会过来，某眼睛像这一摊子的事啊。哎，对对，疑心就是跟着，对啊，疑心来的那个女的嘛，跟着她走了嘛。哎，那个人没有疑心，他自己知道自己不小心踩在里边，疑心不在于这个，踩到印尼的人不是他，疑心是来自他的老婆，哎。是的。啊，那么。那他这样子走了之后呢，我老公这个疑心是不是也会好？哎，对啊，对的、啊。这同这个事情有关的全部带走了，如果还有的话，那就不是这件事情上，是其他事情上引出来的。但今天这个事情是完完整整的把所有从这个腿的问题啊、疑心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啊、感觉智商很低、被人家骗的事啊，这个事情掉了。啊，这个整对的事情都掉了。如果说你后面观察一下，如果还有事的话，就不是这件事情上引出来，是其他事情了。啊，这个事情很完美的把它了结了啊。啊，看得太清晰了，对，我看得太清晰了，我说了一个是大花脸嘛，我就是要找个扇子，我就找不到扇子，但对这个大啊，所以要拿着一个扇子在那边的，要感觉才对，所以我要去找，比这个大就是挡在这边啊，这个就是这个讨债的有点，他不甘心，但是你说真正道理上来讲的话也讲不过去，因为他毕竟不是杀人嘛，我只是没看到而已嘛。但有这样子事情发生了，他就是那个人来讨债，啊，好，啊，好，啊，那啊不用谢啊，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好，谢谢老师，谢谢，拜拜，拜拜。